Yep，那我目前把我们的电脑桌全部的东西都给它拿出来。OK，目前我们把我们电脑桌整个清空。那目前我们把我们整个电脑桌整个清空，然后把我们的荧幕整个搬出来，然后把整个桌面清干净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整理一下后面的线，因为我们线。OK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电脑桌整个清空，我们把上面东西。OK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整个桌面清空，把我们的荧幕整个清理搬出来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就要整理后面的线。那后面的线其实还蛮复杂，就是有一进，然后很多出，因为有的时候要直播，就要有一个监看，然后有一个要直播和街区卡之类的，反正就有点复杂。后面的线，你看，的确是有点多，而且我这一台电脑主机，我放的位置也很神奇，我是整个有点。90度颠倒放，所以它的散热是往右边散热，而不是往上面散热，还蛮特别。反正我们就要把后面的线整理一下，想办法尽可能的把它塞到荧幕后面，而不会下面一大堆线让我们看得出来。Let's go。